男朋友加油。你怎么这么皮？现在打个游戏真累啊，还得哄单身狗。哎哎哎哎，这上一局那个李白拉你。上一局于老师的马可拿了 MVP， 难道他也要秀一下他的马可？男人真幼。你这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我看看。你男朋友怎么拒绝我了？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等等。拿我。这人果然要送马可，要是居然选了李白，太志不相对了吧！破坏英雄，你看你激动的呀！哎，干嘛关语音啊？我怕待会儿于老师太秀了，你们忍不住土拨鼠尖叫。于老师，李白这么厉害，我还没在五位五中看到他玩李白呢。不过理论上他都强，尤其是这些飞来飞去的。啊，选李白，你这可是挑衅啊！很少吧，试试。老公加油！哦，男朋友加油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都是情侣啊？坚强点，不要挂机。不会，我有吗？茫茫大梦中，唯我独先觉。And kill！ 啊！于老师的李白太帅了吧！五杀 ！kill！ 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场地操作。双子尊啊！没事，老公，你是最棒的，要坚强，要加油哦 ！kill！ 高兴点吧，反正赢了嘛。于老师一个人拿了40多的输出，这于老师可以呀。那我们家阿国打没打过五杀？没听他说过。你怎么这么皮？